近日有网友分享了用胶带帮女儿剪刘海的技能，只见袁坡先用宽胶带固定刘海，接着再利落的一刀切，最后成果不错，而且还省略了打扫过程。赞赞赞，不错哎！不小心剪太短了。我讨厌剪太短，还是很可爱。你最可爱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当艾亚公主的样子。我没有剪后面，我是剪刘海。还是很可爱。这是在干嘛？